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rian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大家来到我的挑战系列 ，OK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挑战 Pose Challenge。为什么我今天会挑战 Pose Challenge？ 由于有观众留言告诉我说呢，他想要看我更多的挑战系列，然后呢，他还指名要我先拍这种 Pose Challenge。他既然都挑战我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接受挑战。Yeah。既然你全心全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跟你讲了。那么呢 ，comment 就在这边。那么这位观众留言底下呢，一位西部的 YouTuber， 我特别来挑战我，他底下留言挑战我。他要挑战我了，为什么我不接受呢？是不是？那个人就是我哟！大家好，我是周边男，周边男就是我，我是 Roel。OK， 那好吧，他就是周边男，他今天就要挑战我了啦。What the fuck was that？ 我是挑战他，就是我来挑战他。然后我有准备一个东西，就是 remote control。他 remote control， 我觉得应该是 control 不到我了，这样子。没有办法，这个是你啊，你要来配合我，因为是我 boss 你嘛，是不是？可以了，我就接受你的 challenge 了，这样子。那么他今天呢，他会来 pose 我，他会对我做一些可能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可能是这种摸胸啊这样子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就自然的玩法，我们去逛街这些之类的。可是他要心理准备，因为 remote control 在我这边，我随时 pose 他，他就要停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，我们去逛街。Let go。Let go。OK 呢，这位我旁边这位西部的 YouTuber 们，你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去他 channel 看一看，他会拍一些你看服装啊。OK play。这个人就是很顽皮，这个人真的是很顽皮。我在介绍他的 channel， 他这边 pose 我啊，真的是啊。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他 channel 看一看，我会把他连接放在底下或者是放在后面的，你们可以去那边看啊。然后现在我要走了，所以 pose。Surprise motherfucker。What？ OK play， 我们先去吃一下。因为这个光色比较好嘛，不是，那光色比较好，光很好。我觉得我们 YouTuber 要付出一点东西。OK， 对 ，pose。这里太热了，我要给它晒一下。这边比较暗，这边比较黑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在那边有车啊？你确定吗？有车，你确定？没有办法，有车。对，发车，发车。不要模仿啊！真的不要模仿，我们抛在马路中间，那不可以，很危险啊！小姐，你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。答案有机会我弄死他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上了我的当！滚！现在啊，紧张的时刻要来了，他的有人看了，有人看了，喂！OK， 快拍动拍点，是不是很好看？现在人潮越来越多了，现在我要上去了，走了，别理他了。回来！现在我们去五楼，一层一层看哪还有没有个洞。好勇敢哦！我现在上到二楼，你看他还这样子。勇敢，敢做，再上去。啊，现在来到三楼了，你看啊。OK， 现在我来到五楼，看看他还有没有再继续。Camera zoom in。八呢。OK 啦，真的勇气可嘉了。现在我再去找他 ，play 他了。Okay, 我自己本身呢很喜欢就是游戏的东西，我再进去看先，给 Edwin 在楼下先。Oh my god！ 啊！好 ，OK 了 ，play。你知道多少人看我吗？手又这么酸，
尴尬吗？真是尴尬癌了，哇！多么多人看我刚刚跟小孩子，快点走了走了，太多人看了。我在，你也是太多人了，我把你带走了。就是真的是很多人，可以好，谢谢你。什么感觉？我刚刚在楼下就是一脸懵逼的感觉，真的就是这边 pause， 然后全部来那边。哥可以 play 了，威哥。嗨，没有人了 ，play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这天气现在实在是很热，口又很干的那种。我现在想要买点水喝噻。我们要去巴沙那边走走。啊？啊！你看这边多么漂亮，多么好玩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我已经很常在这边玩了，所以现在我也想在这边玩。Pause。哎，你真的是完蛋了哦。OK， 现在观众们，我要用的道具。就是他这个水草、哎、啊，有什么要跟观众讲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在咬着水草，讲不到东西。现在我要倒了，我们就给 ending 了。哎，你就咬着水草吧。OK， 别动啊，观众们。啊，还有差不多一半了。哎。你笨笨！你死了你！哦，你要快快的，还是要慢慢的？你要倒了，你还问我？我要给你一点，就看你了啊！别闹，是我倒了。OK， 现在我不敢 play 他，哎 ，Camera 来帮我拿下，你怎么样讲？你会死在我手上，你会死在我手上。喂、okay, ，现在影片要结束了，我要离他远一点，不然等下他追我就 GG 了。OK 啊，准备了啊 ，Play！ 哇！我今天是谁？今天是谁啊？喜欢？啊 ？I like that 啊！妈的，你还不出声？哎、欸，走他了！走你！我上我那边去，第二道风险，然后还有楼下那个红色的小马车，叫他底下去旁边小心，大爷叫他打开他。下次你们出我来了，视频呢？你要 follow 我？不要 follow 他，不要 follow 他。我们下次再见了。Like a bass! We are doing it! Do it!